年底的嘉在南方学生文艺大汇演进行热身。本校学生于4月21日晚上7时，在南方大学学院智雅大礼堂举办《我的活力校园5.0之男人味》。本活动秉持着南方磁场、活力校园的精神，迈入第五届，吸引不少观众前来共襄盛举。本次参与活力校园演出的社团共有10队，其中就包括了24节令鼓、扯铃社、The Dance Crew、巡铃社等其他社团。此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们有个平台展现自己的才华，也让本学期刚加入的新生对学校的社团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一届的活力校园也邀请了潘淑贤同学以及一名友族同胞 Shira 共同担任大会司仪。我们这次活力校园的主题定为男人味，其实是因为我在这里已经待了2年的时间，然后也经过了形形色色的一些事情，然后也在学校会遇到一些挫折啊，一些困难，然后都会得到一些很多的帮助，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能够体现很多同学之间的这个人情味。然后刚刚说到这个活力校园的主题是什么，重点是什么，就是重点是推广学校社团还有一些同学之间的一些互动，能够加强学生跟学生之间的一种关系，对，这样。此外，本次的活力校园最大的亮点就是拥有中国及日本的交流学生参与表演，中国学生为观众们带来了精彩的华乐演出，日本学生则为大家呈现了经典动漫歌曲及日本的传统舞蹈。活力校园的结束也代表着嘉在南方学生大汇演即将到来，让我们一同期待学生们在大汇演时为大家所带来的惊喜。南方电视台刘佳慧、唐伟宏、梁德耀采访报道。